好，我们大家先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好，各位法师、各位居士，大家阿弥陀佛。好，我们看课本42页，讲到第3，诸天劝请大迦摄结集佛陀法教。好，那这个在阿含经里面也有这样记载啊，就是大迦摄会结集这个经典，那么通常是两种记载。那么一个记载就是啊，大迦摄听闻到佛陀在居士那入涅槃之后，他赶过去。那一般说第7天赶到啊，因为佛一个是佛也在等大迦摄啊，那因为要涂笔都没有办法涂笔嘛啊，那大迦摄来才涂笔的啊，就火化。那就是一般说是7天后啊，或者说是第7天赶到这个居士那，那么之后就到天冠寺啊涂笔啊，然后这是一个。那这中间大迦摄之所以会结集经典啊，就是结集经律，那主要是因为他在半路啊，就是快到居士那的时候啊，那么就是遇到一个释迦族的啊，那么出家的啊，叫做跋难陀。那这个跋难陀听闻释迦牟尼佛入涅槃，世尊入涅槃啊，他没有悲伤，反而很高兴啊，说以前啊他管我们管太多了，现在他不在了啊，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我不想做什么我就可以不做什么啊。那么老师规定我们啊，做要做这个要做那个要做，这个不可以不做，那个不可以不做啊。所以他就觉得啊，太好了，从今自在了啊。那么这个大迦摄听到之后，心里面就一糗啊，就是心里面感到，哎呀，这个佛刚入涅槃就有比丘啊，那么 不照着佛的意思啊，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想不想做什么就不做什么啊。那后来规矩就乱了啊，就是因为你说佛这样规定，哪里来的证明啊？这个是你的规定，这个不是佛的规定，所以啊，你说佛这样说啊，哪里来的证明啊？所以大迦摄说要把它结集起来，有个证明啊啊，基本上是这样，那个出发心是这样子的。但是也有的经典是记载啊，那么佛涅槃之后，那么诸天劝请大迦摄结集经藏。那么我是觉得这个应该是配合啊，就是佛要转法轮啊，那么诸天劝请佛转法轮啊，那么也因为这样啊，那么佛转法轮之后，诸天又来劝请大迦摄结集啊，这个佛所说的啊经律啊，那但是就是有这两种说法了啊，那我们大概都就知道。但是我是觉得像大迦摄半路听到这个跋难陀的说法，然后发现要结集经藏，那么这个是应该是看起来听起来比较合理的。那么诸天劝请也有可能啊，我们也不能说，也有可能两件事都同时有啊。但是因为你在经典里面你很能看到有一个所谓的格式化。格式化是什么呢？格式化就是说，哦，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世间成佛，他先娶太太，生了一个孩子，然后他去出家啊，然后以后的佛都是这样啊，他有一个太太，然后有一个孩子，然后他出家之后啊，有一个侍者，然后有一个有旁边两大弟子，像舍利佛、智慧第一跟这个神通第一的啊，然后都一样啊，然后他在树下成佛，所以每一尊佛不管在哪个地方，他都有一棵树叫做菩提树啊。那这个基本上就是所谓的，我会发现到了，就以释迦牟尼佛为范本，那么就复制复制复制啊，大概都这样。那你会发现到经典里面有这种现象，所以
所以变成啊，释迦佛在这个成佛的时候啊，那么诸天劝请啊，然后这个涅槃的时候有魔王劝请啊，然后这个大家是要解经典啊，诸天也会劝请啊，我不晓得了，我是这样想而已啦。但是就是说，我们很明显看到在经典里面有类似像这种格式化的东西啊，就是释迦佛是这样啊，所有以后的佛都这样啊，都有一个有一个小孩，有一个孩子，孩子叫做什么啊，然后叫做什么名字啊，哪类似像这样啊。但是也有一个例外了啊，像阿处佛，他就是泛恨出家的啊，生生世世泛恨啊。那么除了其他，基本上大概都是这样，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格式化的东西。啊，不过我们大概知道就好了。就你如果看多，你就会发现到啊，都是这样，啊，那都是在树下出家，那在树下成佛啊，然后在树下成，那在树下成道啊，然后在树下说法，在树下入涅槃啊，通常都啊，那他有一棵不同的树啊。好，那现在来看啊，他说诸天劝请大迦摄结集佛陀法教啊，那因为这里面啊，他讲到这里啊，还没有讲到这个拔难陀这件事啊。好，那也许可能是不同的传说了，因为这个大智论讲到这里，讲到佛入涅槃，然后大家是为什么结集经典啊，那么还没有讲到拔难陀这个。好，那我们来看，那他说这个佛陀已经入灭了啊，然后那诸天礼摩诃迦摄主啊，那我们说这个到底是哪些天啊？那么一般来讲啊，像梵天请佛转法轮，然后梵天也请大迦摄结集经典。那么这里一般都是诸天啊。那么有些是啊，比如说梵天啊，那么去请其他所有的诸天一起啊，去请佛转法轮啊。那么这些也是哎，很多天，那不是一个天啊，就是从四王天、刀立天、夜摩天啊，那么都去请。那么诸天礼摩诃迦摄主说偈言：其年欲会慢已除。啊，那么这个是在赞叹大迦摄的啦，因为大迦摄应该是比佛陀年纪大一点，或是相近。啊，就是说大迦摄有可能比佛陀年岁大一点，或是比较相近。那么大迦摄是唯一在佛弟子里面可以跟佛啊平起平坐的，佛唯一的佛的佛刚出家的份少一给了大迦摄，那么佛是唯一让大迦摄跟他坐在身边的，舍利佛、目犍连都还没有啊，因为大迦摄的可以说他比较不注重形象啊，苦行者嘛，苦行者一般不会注重那个形象，那很多人看到他有一点点就是看不起他了啊。那佛陀知道了啊，那么就把大迦摄坐在他旁边，分半座给他坐啊。大迦摄啊，那么是你先出家还是我先出家哈啊？那么大迦摄其实也很早就出家了啊，但是他是在啊多子塔前见到佛陀，然后一看到佛陀啊，但是他不知道有没有师父，不晓得了。像大迦摄这种性格的，你也有可能是他自己就出家了。因为他觉得没有人可以教他嘛，也不知道他的师父是谁，不知道啊。但是他就是年轻的时候，他家是很有钱的，啊，大家都自己讲啊。他出家的时候，捡他家最差最差的那一件衣服，拿出来穿啊，都价值啊，不是说我们现在了哈，那价值10万块啊。你看最差的，他家里最烂的布拿出来穿，都价值10万块，那所以他家其实是非常有钱的啊，然后他也很厉害，但是他出家也努力在修行啊。你像这种这么高贵这么的人，他是修最苦的啊。有些人就会这样啊，像弘一大师也这样啊啊。弘一大师他也是比较修行那种，就比较刻苦那一种的。你看他的房间，一张床啊，一个蚊帐啊，其他什么没有的呢？你去看大家，你去看那个弘一大师留下来那个房间啊，他极为刻苦啊，啊，
那大家社也是这样。那后来他在多指塔前看见佛陀，他马上就认定佛是我的师父，我是你的弟子，你是我的师父。佛陀看了他一下，佛陀应该知道，故意到那边等他的，就说是的，你是我的弟子，我是你的师父，就这样。啊，那但是他家是没有几天，就应该说是十五天后就证阿罗汉了，十五天就证阿罗汉。那佛陀曾经在大众中，啊，这样赞叹他，啊，这样赞叹他，而且唯一分半座，啊，没有人可以坐在佛身边，只有大家是，啊，大家是，那、啊、你还坐在这里，啊，你看，那大家是一个很非常非常特别的人，啊，那。那年纪啊，到佛入涅槃，他最少佛都八十岁了，他最少也有八十岁了，啊，他最少有八十岁，所以说七年啊，就年纪大了，啊，那欲慧慢以求啊，那这里是讲到比较三个根本的烦恼，啊，那么欲跟慧，通常啊，基本上就是欲啊，基本上就欲界的欲贪了，啊，那慧。那么是由欲贪不足而成的，啊，那这个是他已经断除啊最主要的烦恼。那慢基本上啊就是慢是阿罗汉才能断的啊，无上分解嘛，啊，那么色贪无色贪，色贪无色贪，调举慢无明，啊，那慢一旦维系的我慢断了，他一定把具生我执啊就根本无明一定会断，那么这个一定是阿罗汉。啊，那阿罗汉有两种，一种是会解脱，一种是具解脱。那大迦叶是具解脱的，啊，大迦叶是具解脱的。不过大迦叶听的经典没有那么多，啊，那其他的比丘虽然证了阿罗汉，还是常常跟在，有些还是常常跟在佛身边，像舍利佛、目犍连，听的就比较多。那阿难当然是最多的。那大迦叶基本上都是独行独住啊，辟支佛性格的嘛，啊，他也是唯一敢说。敢这样说，就算我这一生没有见到佛，我也可以解脱。即使我这一生没有见到佛，那他大部分声闻弟子就是一佛没有见到佛是不能解脱的，因为他不知道嘛。但是大家是也是啊，唯一这些敢自己这样说的啊，自己公开这样说，就算我这一生没有见到佛，我也是可以解脱的啊。但是可能比较慢一点啊。那么这。所以这个大迦叶他基本上带有非常强的自信，啊，所以也因为他这个性格啦，啊，所以很多人讨厌他，很多尤其是比丘尼特别讨厌他，啊，因为比丘尼有一些习惯不太好，他比较会就是啊为你好要讲你，但是他那种性格很容易就给人家压力，会有压迫感呐，啊。啊，虽然你为我好，但是你这样讲，公开这样对，在这么多人不给我面子啊！但是他没有想那么多，他就是为你好。但是所以，大迦叶的性格跟阿难的性格没有那么，就是差很大了。也因为这样，大迦叶听闻的经典不多，但是他是真阿罗汉的，啊，那所以佛也曾经要大迦叶教这些新进的比丘，啊，好几次要他教。那么大迦叶可能也是唯一拒绝佛陀的人。啊，说他不教，三次跟他讲三次都不教，第三次才跟佛说啊，不是我不遵从佛的吩咐啊。这些年轻的啊，比如说最常吵架的是阿难的徒弟跟目犍连的徒弟，那阿难跟目犍连是不会吵架的，但是阿难的徒弟跟目犍连的徒弟都是年轻的啊，啊，那年轻的就是比较好动嘛，那思想比较没有那么成熟嘛。啊，那就是会拥护自己的师父嘛，啊，那所以就比较容易吵架。那么大迦叶可能曾经劝诫啊不听，所以他也不要跟他们讲，讲了没用啊，啊，这个烦恼那么重啊，而大迦叶讲话比较大迦叶很有威德了，啊，那所以一般人看到他又带一点口气比较严厉一点点的话，那就会让人感到很大的压迫，啊，一个长老啊，然后讲话啊，然后他不会像阿难那么挑柔，啊，但是大迦叶是很清净的，没有嗔恨心的啊，那而且很早就得解脱的，那么其实也蛮能说善道的，但是因为他的性格啊，那么就是比较不讨喜，所以大迦叶是证阿罗汉的人，啊，阿难只是证出果，但是阿难善于说法，
那个性调柔啊，那么也你就算有一点点，你身上有一些缺点，他也不会给你难看啊。所以这个有一次阿难跟大迦摄啊，就是这个脱罗难陀比丘尼啊，要请阿难应供，最主要就是要供养阿难，也要听阿难说法，因为阿难说法很好听。这个在佛陀赞叹啊阿难的这个四则经里面啊，就庄阿含四则经，它里面就有提到阿难的种种优点。那其中一个就是阿难是大家都喜欢，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啊都喜欢的啊，年轻的啊，年纪大的都喜欢啊，特别是比丘尼特别喜欢阿难。其中一个因缘当然是阿难很调柔的性格啦，啊，就是他情感比较重一点点啊，但是他没有欲心啊，那么他只是这个悲心重一点点啊，其实这样。阿难其实没有什么欲望，没有欲望的心，尤其对男女欲他其实是没有的啊。那这个在阿含经里面也有写啊，这舍利弗，这个阿难做舍利弗曾经问阿难啊，你做佛罗侍者那么多年，你有没有起过欲心？他说都没有，从来没有啊。那所以甚至我们在阿含经里面看到啊，那个婆提奢尊者啊，因为起的对一个年轻的女众起的那个欲望，他不知道怎么解决，他也去问阿难，阿难也教他。阿难这一方面算是，所以我们因为受到楞严经的影响，就会觉得这阿难欲心重啊，其实不是啊。这个楞严经的说法是把它故事化的啊，加强重点，然后给你知道啊，那这个烦恼如果没有除啊，那么就算你听了很多法，那么他也会障道啊。但是把它故事化了，夸张化了，所以我们从此就对阿难这个角色觉得啊，阿难啊柔弱啊，然后而且欲望重，其实不是啊，阿难其实是没有什么欲望的啊。好，那我们是说到这个脱罗难陀比丘尼请这个阿难去说法，那阿难半路遇到迦摄，就请迦摄说法啊。那迦摄其实也蛮能说的，老实说啊，但是人家就不喜欢，人家就不喜欢，所以听完了之后。当你不欢喜的时候，你就不信受，你不欢喜这个人，这个人不管讲的多好，你就是觉得他讲不好了，不管他讲的都有道理，你就是觉得他讲没有道理啊，真的，我不骗你。所以经典里面如是我闻，这中间道理讲了那么多，后面如果没有欢喜就没有信受，那不欢喜信受你就不会照着他去做啊，真的，这个是你慢慢看你就会知道啊。所以后来菩萨道要利益众生，当然是以法利益众生啊，啊，只有法才能真正利益众生。可是你要怎么让众生信受这个法呢？很简单，从三个角度先，从三个角度切入。啊，当然你自己要懂了这个法，但是你在你懂了这个法的前提下，你把这个法说给别人听，别人欢喜不欢喜，信受不信受，取决于，当然你能讲，啊，你讲的有道理，啊，那但是第一个，他跟你有没有缘？没有缘不能听不进去啊，佛那么能讲，没有缘也没办法、啊、就算你神通示现他也不要啊啊。那么第二个就是要有缘，而且要有善缘。如果是恶缘啊，你越讲他越生气，你讲的越有道理，他觉得你这个人越没有道理啊，反正他就会把你想到不好的地方去了 啊。所以你看菩萨道里面前面三个是什么？布施、持戒、忍辱，啊，你要成熟众生，就是成熟众生的善根，因为庄严国土成熟众生嘛，这个是证无生法忍之后所做的事嘛。好，那么你要成熟众生，你一定要依法，你没有法，他没有办法成善，念家的善根没办法成熟啊。佛法真正要得利的是智慧嘛，那智慧就是善根啊，或是对佛法的正信、正见，啊，正念、正知啊，这一些。那么你要让众生听到这个法而能够从这个法信受，第一个你要跟他有缘，而且要有善缘，而且恶缘不能太多，或是必须没有恶缘。那你看这个菩萨道，从布施广结善缘，当我不断在利益你，不断在布施，有很多种层面的布施，但我不断利益，布施就是一种利益的行为，利他的行为啊。那么当我不断在利益你的时候，我跟你之间就彼此本来没有缘就开始有缘了，而且有什么缘？有善缘啊。那么这个善缘就是未来
可以得度的因缘。所以你看佛要入涅槃，善根已经成熟的都得度了，善根还没成熟的也因为我说法之后善根成熟了，未来会得度。那没有善根的呢，种下得度的善根啊，你看就是这样啊。那么持戒布施是先跟障先广结善缘，跟众生结善缘。好，那么持戒呢，就是避免跟众生结恶缘。持戒就是不害嘛，不伤害众生嘛。那你一旦跟你一旦伤害众生，你就会跟众生结恶缘啊。那一结恶缘，没有缘，只要结缘就好了。结了恶缘，你要先消你这个恶缘啊。这个恶缘不除，你就算不断利益他，他也觉得你别有企图。真的，你要来帮他，他会觉得这个人别有企图，对我这么好，一定是要害我啊。那他这个恶缘没有消嘛，所以。假设你跟他过去生没恶缘，你布施，那么你未来他可能看你跟他的缘深化到什么程度，那么你就能够依法利益他，他就信受你，他信受你就信受你所说的，啊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然后在持戒，你不伤害众生，因为你伤害众生，假设过去他跟你有恶缘，恶缘会加深；打假设他过去跟你没有恶缘，现在开始有恶缘，开始就做障碍，恶缘为障碍啊。你就没办法 啊。那第三个，那么已经有恶缘，必须怎么样？忍辱消你这个恶缘。哎，恶缘要成熟了啊，那彼此会有障碍啊，会伤害啊。那么你要忍辱，忍辱之后，你就是你过去伤害过他啊，那么他现在要来伤害你，你忍辱。你如果不能忍，那么这个恶缘消完了，不但没有消，而且还会增上、辗转，那么就冤冤相报。啊，那么怨心跟怨心辗转啊，那么没有办法辗转增上，你的恶缘不消，那么你就更难了。那么你未来，你如果已经成就了，那么你当然就消你了。如果还没成就，那么有烦恼，那么你不但不能消你恶缘，你还会增上这个恶缘。那么这样就没有办法，第一个会障碍你自己的解脱，第二个你要行菩萨道的时候，你也很难利益他。你也很难利益他。你看，所以六道波罗蜜里面，前面是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。那么之后，当然你自己要有什么？这个是还没证无生法忍之前，你必须都是要这样做的，啊。那么在你证了无生法忍，你要去度众生的时候，你才知道，哎，有很多人跟随你，这些都是你过去利益的人。所以你看《维摩诘经》，众生是菩萨净土。啊，那这个人成佛的时候，这些人就跟随他，成为他的弟子，拥护他。啊，众生是菩萨净土啊，所以你众生在杀生的时候，你跟他讲啊，你不要杀生，怎样劝他，让他不杀生。那么你对他布施，那么利益他，那么这些人信受你，那在你成佛的时候，这些人会升到你的国土，或是跟随你啊。那么你看有一些人，很多人跟，啊，那这些人。基本上都是利益的人，利益他的人。那么很多人，有一些人，很多人反对他，很多人回谤他，那个都是恶缘来的，啊。那当然，我们一生中不可能都没有造恶缘，没有造恶业，没有结恶缘，但是要尽量消你恶缘，用忍辱来消你恶缘，用持戒来不结恶缘，用布施来广结善缘，那用精进智慧，禅定智慧。来增加深刻这个法缘，那么你内在的法深刻了，你有善巧，你有智慧，你知道正法，那么你又有善巧可以把它说出来，你又有善缘，那么众生可以信受，那么你就可以怎么样行菩萨道啊，这样度很多众生啊。那这个是你仔细跟他想一下，这个是菩萨道里面的一个概念啊。那么如果像以未来如果成佛的话，我们这样讲啊，未来成佛阿难跟大迦摄就会有一点点差别啊。所以你看每一尊佛，释迦佛、居那含摩尼佛，乃至于弥勒佛啊，那么毗婆斯佛、迦摄佛，每一尊佛度的众生不太一样，当然跟他们的愿也有一样，但是缘啊，那一出发心的愿啊，他要在哪里度众生啊，度多少众生，初会度多少，二会度多少，三会度多少啊，你看各尊佛是不一样的哦。那么佛也不能度无缘的众生啊，但是恶缘可以转为善缘，但是需要时间啊。但是如果有善缘，那
而且他又有善根，他马上就得度。所以我这样讲起来，那我们自己，我们最重要的不是遇见佛，是遇见佛了我们可以得度。哎，很多人遇见佛也不能得度啊，有些不但不能得度，还什么还造恶业。那么你遇见佛了，你不一定能得度。当然你没有遇见佛，你也很难得度，除非你自己善根具足。那么就算你没遇见佛，你也可以得度。为什么？辟支佛就是这样啊，你自己善根成熟嘛。但是如果你善根成熟，你善根成熟，你善业又具足，那么你又能遇见佛，那么你很快就信受这个法，你很快就得度。所以你看，那么第一个往生极乐世界就要具足，不可以少什么善根、福德、因缘。你看就讲这个啊，啊，那么你到了，你有善根，你有福德，那么你有佛法的正知正见，那你有福德，你信受佛法，你去到极乐世界，你听到阿弥陀佛他们这些说法，那么你很快就能证无生法忍。那么有些人不行啊，不一定是每个人有啊，啊，那么所以，那么你最重要的不是遇见佛，最重要的是深入于法，啊，就是深入这个法。那法正法，你有内在具有正法，你有善根。所谓的善根，就是对佛法的信念定慧，啊，或是你有正见，那么你内在对法深刻，法深入于心。那么你在遇见佛的时候，那么佛就算一把钥匙而已，把你这个锁打开，那个门打开了，宝藏都在里面。所以你看舍利佛目犍连只听见两句话而已，诸法因缘生，诸法因缘灭，还没见佛，还没见佛呢，只听见诸法因缘生，诸法因缘灭，他就证出果了。那有一些证果并不是因为遇见佛，是听见佛所说的法。有一些见佛不是遇见佛啊，那么遇见佛，你如果你并不是遇见佛就得解脱，没有，要听佛说法，重点是佛所说的法。那么现在释迦牟尼佛入涅槃之后，那个法辗转传到我们现在这里来啊，啊，那么你只要能够深入这个法，那么有两个，一个就是如果你没有特别发愿啊，要升到没有佛的国土。如果你没有特，有些菩萨悲心比较强啊，两种菩萨有两种，一种就是我要你不用特别发愿，因为你跟法相应，跟佛相应，你自己本身就会升到有佛国土。这个般若经里面讲得很清楚，你只要有般若波罗蜜，从一佛国至一佛国终不离佛，从一佛国至一佛国终不离佛，到你成佛之前不离佛。那么有一种，那么他悲心比较强，他要在佛身边，现在有佛国土有两种，一种就是依佛得度，一种就是助佛弘化，啊，基本上是这样。那有一种是他要到没有佛国、没有佛法的地方去弘扬佛法，因为这些人没有佛法的因缘，他要去那边种下得度的因缘。那么从佛弟子里面也有这样的，比如说舍利佛目犍连，舍利佛目犍连一直在佛的身边，大部分在佛的身边助佛弘化。助佛弘化，佛到哪里，他大部分就在附近啊。助佛弘化，那一种像富罗那迦旃延，离开佛、离开僧团，到没有佛法的地方，啊，到阿盘提国、到苏卢那国，没有佛法的地方去弘扬佛法，啊，那么菩萨道也是这样子的，啊，但是如果你没有特别发愿，我要到没有佛法的地方去弘扬佛法，那么基本上依你的善根福德因缘，你会升到有佛国土。从一佛国至一佛国终不离佛，因为你会升到哪里去是依什么？依愿你依什么业？比如说你三善道的业，你就会到三善道啊。你有五欲染着五欲的业，你就会升到欲界，依你的业。但是有一些人有愿力，那愿力大过业力的时候，那么因为以愿为主导，会以愿为主导啊。那么我不要升天，我要升人。要不然你如果没有特别发愿的话，依你的十三业你会升天的。那我不要升天啊。那包括了经里面也是这么说，你有定，那你不生色界，哎，长寿天，除非你证三果啊。那么长寿天，那么你升到那边没有佛法，很难修行啊。我要再修行啊。所以他有愿，但是他的愿，因为他的没有恶业，他的善业也很大，但是他的愿力可以主导。这个时候愿为主导，
那一般的凡夫是业为主导，所以叫做一业轮回跟什么趁愿而来的，那这个两种是不一样的。好，那不管是你一业轮回还是你趁愿而来，那么你会遇见什么人，那么会发生什么事，跟你当然跟你的业缘还有你的缘，你遇见这个人他信受你不信受你，你能不能度化他，还要彼此的因缘啊。所以一业一愿一缘，那么你所在的地方会有种种啊，先一业或一愿，然后你升到这个地方之后，那么一切都是缘起的嘛，有因有缘，有因有缘你遇见我，有因有缘你信受我，有因有缘你回谤我，有因有缘你赞叹我啊。那么所以基本上在这个地方，那么因为你的业，因为你跟佛法的缘，所以它总要重点掌握在两个，一个你跟佛法的因缘，一个你跟众生的因缘。佛法是讲因缘的啊，那么你会不会到有佛法的地方生在正见家啊？那个是生在富贵家，这个跟你的业、跟你的愿、跟你的缘有关系啊。那所以我们现在从这样来看来，我们现在要怎么修行，其实也很清楚了。我们就是依着这个法，不断深入这个法，跟法结，就是生结这个法缘。先生结这个法缘，那么再不断的布施，啊，那么利益众生，广结这个善缘，啊，生结法缘，再广结善缘。那么你发愿，我要行菩萨道，就菩提心嘛，发愿要行菩萨道。当然，行菩萨道又有两个方向。一个哪里有佛，因为我的智慧还不足，我的愿力不够，哪里有佛我就去哪里依着佛修行啊。那或是说我现在有这个愿力啊，那么我在哪里佛法就在哪里啊，那么哪里没有佛法我就去哪里弘扬佛法啊。那这是用了一个啊，这两个其实都是菩萨道。但是你即使在有佛的地方，你到了一个层次，你还是要到没有佛的地方。你说大乘佛法是后来的吗？啊，如果从历史上看，也许是，但是从它的根本上是佛时代就有了。你想一想，佛最初度的那个阿罗汉啊，耶舍有55个人，那么五比丘有5个人啊，另外还有3个人啊，那么就是63个人。这63个人，大佛要去度三迦叶之前，跟他们讲。你们一个人走一条路去弘扬佛法，那个时候都没有佛法，所以他们去的都是没有佛法的地方去弘扬佛法。然后他自己也是去那个王舍城那边去度三迦叶，因为三迦叶是那个时代的宗教领袖。那么你把他摄受了，那么很多人就跟着摄受了，而且品婆娑罗王的师父三迦叶啊，来用了优罗频罗迦叶，所以他度了优罗频罗迦叶之后，后来品婆娑罗王啊也跟着信佛，那么就在摩揭陀国啊，那么王舍城的地方啊，就盖了一个竹林精舍啊。那后来须菩提啊，不是须菩提，须达多从舍卫城来王舍城，那么他的朋友带他去这个竹林精舍听法，他听了就证出果，就回去舍卫城又盖了一个奇缘精舍。那这个两大根据地之后，佛法就开始弘扬啊。你看，那所以他不断的啊要结这个缘。那这个是我们啊，现在我们学习佛法也是这样，比较深刻的就是你要有善，你自己本身要有善根，那你跟其他的众生要有善缘，至少不要有恶缘，因为恶缘的话你要解脱他会障碍你，你要成佛他会障碍你，你要修行他会障碍你。那么障碍要看过去生彼此伤害多大，伤害越大，怨恨越深，障碍就越重，时间就拉越长。我生生世世就缠着你，我不让你解脱，那你就麻烦了啊！那你单单要克服这个东西，你有很多的力量，可是钢索绑住，你的力量都花在解脱，要解掉这个钢索。等到钢索真的被你挣脱完了，你也没有力量跑了啊！你看就是这样，所以我们必须现在，我们就要知道。要怎么样不断的深入佛法，要深结这个法缘，然后要不结恶缘，甚至是少结恶缘。那么已经有的恶缘它会显现出这些种种的恶缘，你要忍耐消弭这个恶缘，那么内心对佛法要具有非常大的信心
那么你要知道这个因果，你要就是你知道这个缘起，那么你就知道要怎么样去消除。啊，那么过了就好了。那如果你不能过，你在这个因缘果报中，你还升起这个恶业，造作恶业，升起恶心，那这些恶心跟造作的恶业，在未来又会形成，就不断纠缠啊，你就一直那个绳子又绑着啊，啊，所以我们了解这个之后，那么我们在这个现实世界中啊，会遇到种种的现象，你就这样当作要忍辱消你恶缘，那没有的话要广结善缘，那最重要的要深结法缘啊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啊，那你知道了之后，以善根为本，以善根为本，啊，那么如果你善缘结得够多，你帮助这个人，你帮助这个人解脱，这个人或是帮助这个人升天，他会感恩戴德，他会帮助你，也帮助你。那么就算你有，即使你有恶业，但你有恶缘，但是你平常也结了很多善缘，那么一样有人帮助你的时候，就有人来救你，把你的绳索解开。那你只有恶缘没有善缘，那就惨了，啊，那就惨了。最好当然是有善缘没恶缘啊，但是没有恶缘的状况也很少，即使佛陀也有，啊，释迦佛也有啊，啊，那你看释迦佛，提婆达多要害他的时候，那些天人，那些很多人都会帮助他，啊，也一样好。那像释迦佛成佛之后啊，那么多弟子，这些弟子都是他过去生结的善缘，教化过的、利益过的人。还没就近解脱的人，这一生又跟着来，啊，像我们周围的人，被我们影响比较深刻的人，我们叫做冤亲债主嘛，啊，报恩的、报仇的、讨债的、还债的，啊，那个比较深刻的啦，啊，那么影响比较大的，基本上都是过去跟我们有善缘、恶缘的人，这一生不得不在一起啊，你造了三恶道的业，这一生不得不下三恶道啊，你造了三善道的业，你这一生。不得不上三善道，除非你发愿。那恶，你造恶业，你不能说我发愿不要堕恶道，那没办法。啊，那你有升天的业，你发愿不要升天，可以。啊，可以。啊，就好像你分数高的，我可以到分数比较低的学校。你考得那么差，你说我不要在这个学校，没办法，这个不是你考这么低，你只能在这个学校啊，你只能分发到这个最低的这个学校的分数啊。那其实就是这样。啊，那么你有一百万的，你有一百万，你说我要买五十万的房子，可以。你只有五十万，你要买一百万的房子，对不起，不行，啊，那基本上就是这样了。好，那就是我们大概先知道这样的一个概念。好，那么大家是欲慧慢已除，啊，就是他烦恼已经都除掉了，啊，我们就要讲当大家乐的殊胜了。其实大家乐是蛮殊胜的啊。那其行譬如紫金柱啊，那么经典里面大部分讲到金，都会讲到紫金，紫色的。那一般我们的金是黄金，还有白色的叫做铂金，叫做白金，啊，通常金有三种，紫金、黄金跟白金，啊，通常这三种。那天上的话啊，也有很多都是写着紫金呐，啊，那像苏东坡写的啊，那么端坐紫金莲啊，八风吹不动，端坐紫金莲啊，也是紫金形容是比较很好的啊，殊胜的了。那么。这里写的是紫金柱啊，就大迦叶的形状啊，像紫金柱啊。那么一般来讲，大部分也会形容叫做紫金山啊，就是它的形象像紫金山。那因为什么叫紫金柱呢？因为它是一个人嘛，一个人就直直的这样啊啊，那山是这样子的嘛啊，那所以它就形容叫它紫金柱啊。所以说大迦叶本身有那个威德力的啊，有那个威德力。大概就是他的那个威德力，大概就是佛下来就是他了，佛下来就是他，啊，他超越，他超越这个舍利佛目犍连啊，那所以他敢这么讲啊，啊，就算没有佛，我这一生也是可以解脱的，我靠我自己的力量就可以解脱了，啊，只是遇见佛更快，十五天就解脱，啊，那没有遇见佛，这一生他也是可以解脱，啊，他敢这么说啊，啊，所以他的威德力是很大的。所以他说他的形外形啊，那么紫金是非常的清净，金是非常的清净嘛，烦恼不能火没有办法改变他的体质跟形质嘛，啊，就是他非常的坚固，对法非常的坚固，那么放光啊，光明啊，那么一有光他就照耀出来，显现光明啊，那个没有光他自己本身会放光，你黄金放在这里啊，也
也叫做金光闪闪啊。那如果有太阳光照下去，那个光就更大了，反射的光就更大了啊。其实是这样。所以他说他像他的身形，他的身形就像紫金柱一样，上下端也妙无比，目明清净如莲花啊。通常会形容像眼睛像青莲花了啊。那这里只是说莲花，莲花也是清净的代表。那上下端也妙无比啊，这个是赞叹啊，天人赞叹他的啦，因为天人有天眼啊，那么看到他的光明，那其实是非常殊胜的啊。那所以这个是天人赞叹他的啊。那真的要想身形的庄严，是从内在而说的。那大迦叶基本上跟就是他比较不注重这个形象啊。啊，所以跟一般的像三十二相当难陀那种看起来啊，是阿难看起来那种相好啊，又不一样啊。他主要是他的德性啊，德性超越一切。好，那么这个是天人赞叹大迦叶的啦。那么就赞叹完之后啊，赞叹完之后啊，通常他们都会先赞叹的啊。像我们做法会又先有赞佛偈、赞法偈啊、赞身偈啊，通常也会这样赞叹，就跟大迦叶说。赞叹完大迦叶，就跟大迦叶说啊，大德迦叶啊，大威德的迦叶尊者啊，仁者知否啊？仁者就是您知道吗？啊，那仁者是儒家常爱用的啦啊，仁者，因为他们的中心思想就是人道嘛啊，学习人道的叫仁者啊，修学啊就是啊，所以叫做仁人志士。那有一个另外有一个词叫做君子啊，君子仁者。啊，这个都是在修人道啊，那么修这个儒家这个的代表啊。好，那么他说，那么尊贵的迦叶尊者啊啊，大威德的迦叶尊者，您知道吗？啊，法船欲破，法尘欲颓，法海欲竭，法床欲倒，法灯欲灭，说法人欲去，行道人渐少。啊，好，那这里主要啊，它这里主要有五个形容词啊，法船、法尘、法海、法床、法灯啊。那这个是形容这个法，用世间来形容这个法。那么像这个被编入杂含的阿育王辟一经，那么用了九个形容词。那么其他的经典也有很多啊，他说法桥、法海、法会、法竹、法水、法山、法床、法灯、法轮啊。这里它九个形容词里面，这里有两个法床、法床、床翻的床啊，法灯，其他它都没有啊啊，它是写法船啊，那它是写法桥啊，不一样，就很多形容词啊啊。另外有所谓的啊法具、执法具、吹法锣、击法鼓、震法雷。啊，那么这个法语啊，那么这个法云啊，就很多，太多了啊。大部分有很多形容这个法啊，普遍或是威德啊，那么的这样的形容词。那这里用了五个啊，那船就是以法为船啊，那么到达怎么？我们在生死大海里面。以法为船，而到哪里？到生涅槃彼岸，啊，其实是这样，啊，是这个形容词。因为我们在生死大海里面，啊，那么生死死生，啊，忽沉忽没，忽沉忽没，我们叫做头出头没了，啊，那么死了啊，又来啊，又在苦海啊，那这样，那死了又升起来，又在海里面，啊，就也看不到边了，因为海很大嘛，那烦恼海很广很大，啊，那所以你唯有依法。才能够到生死的彼岸，啊，到涅槃城。那现在这条船要破了，我们坐的这条船就要破了啊！其实是说法的人要入涅槃了，但是法是不会破的，啊。那问题是，说法的人走了，他所说的法会被改变啊，所以叫做法说非法，非法说法，律说非律，非律说律啊。佛陀在世的时候啊，很明显的两个例子嘛，一个是阿离乍比丘。佛说五欲是障道法，他就偏偏讲五欲非障道法。我听佛说五欲非障道法，啊，还好那个时候有纠正，那个时候没纠正，他是亲耳听佛说的啊，难道会有错吗？会。他是佛的弟子，难道会有错吗？会。
啊，阿离乍比丘，啊，然后另外一个是夜摩迦比丘，这个是有关于律的，非律说律，五欲非障道法，也是法也是律，五欲非障道法，他就说他说五欲非障道法，可是佛跟他讲五欲是障道法，啊，所以佛把他亲自叫来，我没有说过五欲非障道法，我几次每次都说五欲是障道法，你以后不要再这样讲了 啊！你看，啊，那如果没有佛说，哎。你说的，你听这样，我听这样，哎，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啊，不是哦，啊，不是这样哦。可是我们现在也这样啊，啊，那另外一个是阿离乍比丘，啊，另外一个是夜摩迦比丘，这个是阿离乍，阿含经里面记载的。夜摩迦比丘说，就我所了解佛的说法，因为他也是亲自听佛说法，也是佛弟子啊，亲自听佛说的啊，啊，夜摩迦说，就我理解。佛的说法，他是在说明证了阿罗汉之后，就无所有了，就不存在了，就不再存在这个世间了。佛也跟他说，这个舍利佛就跟他讲，舍利佛就跟他说，这个不是这样的啊，就开始慢慢跟他讲啊。那么这个是断见啊，这个是断见啊，啊，那断见就是什么？法说非法，非法说法了啊。那所以。那佛说要离五欲，五欲是障道法，他现在说不用离五欲也可以证道，所以现在也是不但是法说非法，而且律说非律了啊，非律说律了。那么佛时代就这样了，佛灭后，那你说你也听我也听，可是我听的佛是这样说啊，你对跟我对还不知道呢，对不对啊？你真正了解还是我真正了解不知道呢？现在就有这种情况啊，现在我们的佛法，因为佛不在了嘛，如果佛在，这个事情就解决了，去问佛就知道了。现在佛不在，要问谁啊？啊，那你说你的，我说我的啊，你修你的，我修我的啊，啊，就变成这样了，啊，所以他就说法船欲破，我们这个坐的这条船要破了。本身法是不会破的，正法是不会破的，但是非法相似佛法，所以《阿含经》里面有所谓的相法嘛，相法就是。有一点像，但不是。你有个船型，但是这个船是纸糊的，没有多久沉下去了。啊，这不是真正一条船，这个船有破洞啊。啊，破洞在哪里？啊，有一部分非法说法了，有一部分非律说律了。那大部分讲的对，但是有一部分讲的不对了。啊，那么很明显的，像我们现在啊，佛说无我，证无我得解脱。可是慢慢现在大部分的人都是见真我得解脱，见真我得解脱啊，你没有看到那个常住真心啊，你没有见到那个真正的我啊，你执着在那个假我啊。可是佛告诉你没有真我，当你解脱的时候，但见正法，不见有我，哪里来的真我啊？但是现在你看这个，但是你说谁说的对啊？这个就很难讲了 啊所以后来的佛法叫法船欲破，就是破在这里嘛，有漏洞嘛，啊，有人在那个船上钻了一个洞嘛，那水就这样流出来了啊。法尘欲颓，啊，这个涅槃尘，这个法尘啊，啊，它是怎么样？尘里面安居乐业嘛。那么你那个见色不来，怎么样保护你嘛？现在你这个尘不能保护你了，破掉了。为什么？有人把那个尘的那个砖块敲下来了，那个门打破了。啊，那个盗贼可以入啊，烦恼可以入啊，烦恼贼可入啊。那你一旦有法的时候，有正法的时候，你坚固啊，法就是对治烦恼，戒定慧就是习贪嗔痴的。现在你所学的法习不了贪嗔痴啊，根本就不知道有贪嗔痴，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贪嗔痴，根本也不知道如何灭贪嗔痴。你的法尘挡不了团鸟的攻击。熄灭不了贪嗔痴，那个，所以你再不能安住了啦，你这个法不能让你的心安住啊，不能让你的心清凉啊。就算这个尘很坚固，里面的人可以安居乐业啊，啊，因为有这个法尘保护啊。那现在我们这个法尘要倒了啊，那怎么样？啊，贼一进来啊，烧杀掳掠啊，你看到这个尘要倒，你住得不安心啊。你的烦恼不断不断在侵袭你，你不能安心办道啊，你不能安住于法啊。现在问题就在这里。
啊，所以他说什么法尘欲颓，要倒了，要倒了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迦叶要赶快怎么样，把它补起来，所以要结集经典啊，啊，那到底什么是法？法海欲解。那么海有两种比喻，一种是生死海，一种是佛法大海。那佛法大海是因为这个非常广、非常深，法非常深、非常广。这么深广的大海里面有种种的智慧功德，啊，所以大海里面有七宝嘛，有种种的宝物啊，珍珠、玛瑙、砗磲，啊，都在大海里面嘛。好，所以法海欲解，啊，这个海是可以解渴的，法水啊也一样是可以解渴的。那么现在要干掉了，啊，就是说什么像宝积经讲的，你在这个法海里面，结果就渴死了，啊。你那么多法水，结果你消灭不了你的烦恼，烦恼渴死也是这个样子。啊，法船欲倒，我们把这个五个譬喻说完啊。法船欲倒，船就是船帆，有时候叫有时候有翻译叫法帆。那么船帆是什么？船帆是树立威德的啊。你看那个军队，其实就是军旗啊，军旗树立在那里啊。这个是宋家军啊，这个是什么什么树立在那里。所以一般要先把那个旗砍倒啊，要夺那个旗啊。那你到那个山头就插上这个旗，我们到这里。我们已经夺得这里，我们战胜到这里，就是表示你可以战胜烦恼那个威德啊，啊，那个旗竖出来，就是这里是我所有的，这里是我，你看那个两军在相争，那么他把旗插在这里，就是我已经占领这里，这里是归我所有，我已经战胜了敌人，我已经战胜了烦恼，啊，那个叫做法船，啊，那么法船高举。啊，那就表示什么？可以战胜一切邪道，啊，邪见烦恼，啊，气是这样的。那这个法床要倒了，啊，那大家看不见，你那个旗在那里，哦，这个是我们的，啊，就去那里，啊，现在那个船不，这个军队不知道去哪里呀，啊，啊，所以法灯欲灭，啊，灯就照明嘛，这个就比较容易知道，啊，灯灯相传，啊，法法相续，啊，那么正法的传承要灭了啦，说法的人要离开了啦，那么。依法修行的人越来越少了啦，那么就会造成怎么样？说正法的人不见了，那么行正道的人越来越少了，所以造恶的人就越来越多了，邪见的人越来越多了，行善的人越来越少了啦，啊，那么依法修行的人越来越少了啦，那怎么办？所以希望尊者大威德的尊者慈悲的尊者，你好好的能够。大慈悲能够为现在及未来的众生着想，把这个法再建立起来，就是结集经典了。好，我们先下课。
好，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天人这样讲之后啊，大家设想一想啊，也真的是这样啊。这个时候啊，大家设心如大海，沉静不动啊啊。那么过了许久啊啊，就说奴等善说，嗯，你们说的有道理啊，真的也像你们说的这样。如果佛法没有集结起来的话啊，那么这个世间过不久佛法就渐渐灭了。那灭了之后没有佛法啊，就像没有灯一样，生死大海没有船一样啊，那这个智慧就消失了啊，那么这个世间就黑暗了啊，那叫做无智盲明啊，这个智慧消失了，没有智慧的人了，没有行道的人了，没有说法的人了啊，那么黑暗大家就怎么样啊，没有灯，大家虽然有眼睛，其实就像瞎子一样啊。所以你看金刚经讲，阿含经也这样讲，如人有目，般若你有智慧，如人有目，日光明照，见种种色啊。那么就算你有眼睛，但是一片黑暗，你也看不到什么啊，门在哪里，墙在哪里，你都不知道，大部分都是撞墙的啊。那么所以啊，这个又需要有灯，可是这个法灯要灭了啊，所以无智盲明啊，就是睁眼的瞎子啊啊，就没有佛法，众生就像睁眼的瞎子啊。那么于是大家是默然受请啊，就是答应了。好，这个时候诸天理大家设主啊，就是那么诸天人来劝请大家是结集这个法藏啊。那么知道大家是默然受请啊，就欢喜啊，就又走了，因为他们是化现的嘛啊，所以忽然不现，各自还去，回到各自的啊地方去了。这个时候大家就在想，那么我今云何死事啊，令这个佛陀三阿僧祇劫难得而得的这个佛法啊，就是佛陀的这个教法，那么能够久住这个世间啊，我要怎么办？既然啊天人说要劝请，那么让佛所说的法能够久住世间，那我要怎么样才能够让佛法久住世间呢？怎么样才能让法轮常转呢啊？那么这里讲到三阿僧祇劫啊，就是一般的说法啊，部派的说法，那么从出发心到成佛要三阿僧祇劫，那一般的说法就是你从出发心到你证得啊初地以前啊，那初地就是证圣果了啊，那么你证得初地以前，那么这个是一个阿僧祇劫啊，就是从凡到圣，这个要一个阿僧祇劫。那么从圣者那么到无生法忍啊，基本上还有两个无生法忍，如果从一声闻的次第来讲，它类似于初果，但是无生法忍的境界等同于阿罗汉，但是因为他是这样啊，我们用讲了就好了，我们又写了啊，就是说如果一大圣的次第啊，他是这样，他是凡夫的菩萨啊，就出发心久修行，那么到阿比拔智，然后到这个阿比拔智之后啊，那到这个一生补处，然后之后成佛，那如果一啊，然后如果一啊声闻的这个这样啊出果那不退转啊，那么到阿罗汉啊得究竟，那但是大圣的究竟是佛，大圣的究竟是圆满成佛，福慧具足圆满成佛，那他从决定解脱啊，那到得解脱啊，这个中间有经过二果三果，那菩萨的话基本上就是十地啊，从初地这地上菩萨就是已经是圣者菩萨啊，那么从这个十地，从初地到十地，那么七地或者说八地它是一个关键啊，因为七地等同阿罗汉，它可以入涅槃，但是它不入涅槃啊，就在这里，就是说七地已经是等同阿罗汉的境界了啊，就是他已经断尽一切烦恼了，但是这个时候他不入涅槃，叫做忍而不证，他不入涅槃，他继续在利益众生
啊，但是初就是七地，他菩提心不会退了啊，或者说有些是啊，就是说一般来讲，他已经不会退转于大乘，已经不会退转于凡夫了，啊，就是他是圣者了，啊，所以他是这样啊。那么从初地到七地是一个阿僧祇劫，那从八地到九地到十地又是一个阿僧祇劫，那十地之后就成佛了啊，就的等劫那就要成佛了啊，就。所以这个是一般的说法啊，但是啊，像龙叔他也讲有无量阿僧祇劫啊。那么这个有时候从两个角度讲啊，我们看从两个角度讲啊，一生导师说这个劫它有分两个部分，这个三阿僧祇劫是阿僧祇是不可数的意思，不可数是不可数，仍然是可数的，只是我们没有办法用那个数目，没有一个数词可以来说啦。你像恒河沙啊，我就举例像恒河沙，恒河沙非常多，但是你真要数也可以数啦，它就是那么多嘛，就那一条恒河那么多啊，还是可以数。你说地球有多重啊，就也没有办法称啊，但是真正要讲还是可以讲，只是我们的数目没有大到有那个形容词啦啊，就是没有啊。但是十大数的第一个啊阿僧祇，但是仍然是有量啊，就是无量中的有量啊，啊它不是真正的无量。你说真无量像虚空就无量啊、你没有办法啊。那像所以他这里是啊，那么所以阿僧祇后面还有啊啊，无量无数无边啊，不可称，最后一个是不可说不可说，第九个是不可说吧，第十个是不可说不可说啊，所以他还是有，他还是有，并不是没有啊，他并不是说啊大到没有范围没有境界，不是啊，只是形容他非常大啊。那这个是时间上来讲有三个阿僧祇劫，那我们刚才讲啊，就初发心，初发心到初地，这是一个阿僧祇劫。那一般会把初地以前再分作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，啊，后来就变成五十阶位，那再加上等觉跟佛，就变成五十二个阶位，啊，一般是这样了。好，那这个是时间劫，依时间计算的啊，就是要三阿僧祇，啊，好。另外一个叫做功德劫，就是你成佛一定要功德圆满。那么你三天，比如说一大阿僧祇劫是一年好了啦，一阿僧祇劫是一年啦，你修一年可以到哪个程度？好像盖房子一样嘛，啊，那修两年可以到什么程度？那修三年就圆满了啊，是这样。可是这个是照一般人的，啊，那更精进的人他就会缩短工程。那么比较没那么精进，或是因为种种事情延误工程的人，他就会怎么样啊？就超过这个时间。所以你说这个房子盖完了，啊，那么验收成功了，那么一般是啊，比如说三年盖好，可是也有超过三年的啊，啊，那也有怎么样精进啊？没有不但用到三年啊，提前完工的也有。所以一般来讲，因为所谓的成佛就是要功德圆满嘛。你少一分你都不圆满啊，啊，功德圆满，所以所有的佛都一样啊，啊，依功德来计，啊，所以你具足的五分法身或具足的这些佛的功德来讲，大慈悲、大智慧，啊，大精进，啊，大威德、大雄、大力、大慈悲，啊，大智慧，那么功德圆满就是成佛。那一般来讲，一般来说啊，三阿僧祇劫会功德圆满，三阿僧祇劫会功德圆满，但是如果啊，如果有比较稍微障碍多的哈、啊，或是懈怠，或是怎么样的，那就不一定是三阿僧祇啊，因为阿僧祇还是有一个阿僧祇还是有一个确定的数目在啊，所以一功德计就不一定了，功德未到啊，那么它就是无量阿僧祇劫了啊。那你说从初发心到正初地要一阿僧祇劫，那对我们来讲，这一阿僧祇劫是不知道在哪里的哦，啊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一般如果你真的照佛法就这样修，啊，就是我们有个正法，然后我们照正法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就这样修，那么一阿僧祇劫，那你说你可以这样修吗？实信，那对佛法的信心你都没有具足，你虽然有发心哦，你虽然是初发心哦，发心了，可是你从初发心到你得初信，我告诉你，有些人就超过很多一阿僧祇劫啦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所以就很难说。那比如说他发了心之后，那么后来恶缘来了，然后堕无间地狱了，那也要超过一阿僧祇劫啊，对不对？他也发心了，
他也发心了、啊、但是他后来这个心力没有坚强嘛，造了恶业堕无间地狱了、啊、那么然后从无间地狱再上来啊，要很多、哦、啊，那所以他会不会超过一二真取解？会啊。所以并不是说哦，一二真取解时间到了，那么我就会证出地，没有啊，不是这样啊，还要看你修行的程度，还要看你的善根。所以这个从功德解来讲啊，那就不一定了。好，那这个是所谓的三阿僧祇解的说法。好，那我们来看，再来看。那么所以这个是一般的说法了啊，就是成佛要三大阿僧祇解，叫做三大阿僧祇啊。那么难得啊，就是要那么久的时间，要具足那么多的这个功德才能够得到的佛法，而能够久住啊。如是思维尽，就想了之后，我知是法可使久住。好，想了一下就知道，我知道怎么样能够让正法久住了，就是把佛陀曾经说过的法都怎么样，都把它结集起来啊。像中国啊也是这样，中国经历过很多灭法的事情，就是皇帝不信佛了啊，那么其他的佛法国家都有啊，最早的就是北魏太武帝啊，南北朝时代，南朝基本上都信佛的，北朝就没有了啊。北魏、北齐、北周武帝、北魏太武帝都灭法、啊。那北魏太武帝信道教啊，啊，应该是受寇谦之的影响的样子啊，那么就开始要毁灭佛法，所以所有的经书啊都拿来烧啊。所有的出家人都勒令还俗，不然都杀、啊、所有的佛像佛事都破坏啊，那没有佛法了，没有修道人了、啊、那大家有的往外逃啊，那没有的就被杀死，要不然就还俗啊。以前文化大革命也这样啊，只留下少少的而已。好，那么像历代里面都有这些事啊，北魏太武帝、北周武帝啊，就会三法一宗嘛，佛教比较三武一宗，佛教面临比较大的破坏，三五一宗四个啊，然后这个另外一个是在大概在明这个信基督教的，后来叫做啊引发八国联军的那个是谁啊，忽然忘记了啊。那大江南一带的佛法都大概它灭到快没有了啊，甚至连道家、连儒家的祠堂都灭掉了啊。那么这个是也是一个啊，就是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了，太平天国啊，我忘记了啊。他因为他认为他是耶稣的弟弟，上帝的第二个儿子啊，然后他信基督教啊，所以他太平天国嘛啊。然后江南他势力非常大啊，然后江南一带的江南很多寺院啊，那个比较热闹的，全部的佛教都被灭掉了，不是灭佛教而已啊，道教、儒家、祠堂、道教的道观全部灭掉，啊，经书全部烧掉，啊，弘扬这个基督教，他说他是耶稣的弟弟嘛，啊，他是比较早在中国弘扬基督教的，可是基督教也不承认他，啊，天主教也不承认他，为什么？哪有耶稣的弟弟？耶稣是独生，上帝的独生子啊！你这个乱说啊！那个时候，也就是佛法灭的，就好像北朝北魏太武帝灭的是他占据的那个地方而已嘛，啊，南朝也没有嘛，啊，南方也没有。所以这个是一个，就是三武一宗四个嘛，然后太平天国一个，另外一个就是文化大革命。那么不管是三武一宗还是太平天国，时间都不长啊，顶多一年或半年啊，那么就没有了。最长破坏最大的就是文化大革命，十年啊，所以这个是破坏比较大的啊。那么佛法历经这一些，那么在唐朝唐末就有了啊，就烧杀掳掠都有了。你经过南北朝，北魏太武帝、北周武帝啊，那唐武宗啊，那么叫做三武嘛啊。那么这些灭了之后，唐朝末年你会发现到啊，到隋朝就有人看见经过南北朝嘛，所以你看北魏太武帝之后啊，那么他的孙子
啊，那么为了要替他，因为他时间不长，但是他灭亡灭得很厉害啊，那么就要替他赎罪嘛，所以在云冈石窟啊盖了五尊佛嘛，啊，那么北魏太武帝灭佛有罪啊，但是以前他们灭罪消灾的方式就是建佛像，建佛像啊，以他的名来建佛像，后来是以他的名来写经啊，刻经，那后来就是要，因为很多经典都被灭掉了、啊，你没有法，后来就想办法，从隋朝开始就有人想办法，怎么样把佛法流传下来呢？就刻在石头上，所以后来有石经嘛，啊，一块一块的，因为用纸就烧掉就没有啦，而且这个石头还要保存在山洞里面，啊，那后来就想怎么样把佛说的法留下来呢？啊，写在纸上不保险，收一收烧掉就没有啦，啊，所以怎么样？刻在石头上，后来又刻在钢板上的，啊，反正就很多了。那大驾社那个时代基本上都是没有书的，都是怎么样听闻的。我怎么样把佛法流传下来呢？好，就结集经典，把所有人知道的佛法都说出来，然后把它汇整起来，然后一代一代流传下去。好像吠陀经也是这样的 这一个人传给那个人，那个人又传给那个人，就一代一代传下去。啊，那因为佛法散在每个人的，因为每个人听的不一样啊，啊，散在各个地方啊，所以把这些知道佛法的人，正确知道佛法的人都集合起来，那么把这些佛法串联起来，那么这个把这整套的佛法，佛说过的法一代一代的传下去。这个是大迦叶当时想，哎呀，因为他在想嘛，我怎么样把佛修行成佛，因为修行成佛要三阿僧祇劫嘛，这是一个概念而已。那么这些佛法能够让他永远啊，就是长久啦，你说永远也不太可能啊，就是长久住在这个世间，就在世根流传了 啊法是不会灭的，正法是不会灭的，但是流传在世间它就会有变化啊，其实是这样的。所以应当结集修度路啊，就修多罗阿毗昙啊，我们叫阿毗昙摩毗尼，有时候叫毗那也，做三法藏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所谓的三法藏。那但是如果我们根据历史的事实来讲啊，当然我们说有很多种说法嘛，结集到底是结集什么？那一般来说，一般常说的说法就是结集经跟律啊，一般就是结集这个。那经主要是阿含经，经主要是阿含经。那阿含经只有一种啊，后来又加进去，加到很多了，就给它分成四种。那大部分大迦叶结集的经主要在杂阿含，那么中阿含、长阿含、真一阿含也有，原来因为它就分嘛啊，本来是在这个书柜的，本来佛教的书柜就一个，后来佛教的书越来越多了啊，分到另外一个类哦，这个是历史类，这个是论的哦，那朋友这个是祖师类的哦，这个是讲历史的哦，这个是讲大乘的啊，这个是讲戒的，这个是讲定的，就分类啊，那越来越多嘛，所以就分类。那原来在佛教这个书柜的就拿到其他地方分了，但大部分大家是结集，当时结集的大部分保留在杂阿含啊，那么中阿含也多一点，长阿含跟真一阿含啊，有些是后面加起来的啊，就是也是佛弟子，佛没有，你说那我也听佛这样讲，渐渐啊，那就多了。好，那么就是当时就是阿含经叫做辗转传来的嘛啊，那么后来就变成四阿含啊，那么阿含修多罗啊，次第所显，他这里翻修度路啊，一样的啊，一样。那么就是经最重要，在他修行的次第啊，律啊，那么一般叫毗那也啊。那么他翻作毗尼啊，一样啊。那么他重点在讲他自戒的因缘。那我们说到底一开始结集什么？一般来讲就是经跟律。那先结集经还是先结集律？那说法也不太一样啊。有些说先结集经啊，像大智度论后面会讲到他先结集经。那有些说先结集律，像南传的就比较重先结集律。那有一些也讲到先结集律啊，就不一定啊。那这个经是阿难为主，律是优波离为主啊，那大迦叶主持啊，那基本上是这样。那重点在他的自戒因缘，他凡犯些什么，
要成就些什么。那阿毗达摩是论，那么有一些说一开始就有论啊，像大智论这里也是这样，一开始就有论。那么但是一般来讲，一开始是没有论的，论有可能在修多罗里面啊，就是像舍利佛解释这个经的，他就是论啊。后来有专门的论啊，就阿毗达摩，那这里叫做阿毗昙。阿毗昙就是阿毗达摩，有时候简称叫毗昙啊。那大毗婆沙里面基本上都是阿毗达摩，他基本上就是要分别性相啊。因为论师认为你了解佛法要不违法性啊，不违法相，就是你要合乎，就是更精确的论是，论是比那也有论，修多罗也有论啊。比如说二十二律明了论啊，就是解释这个律的，解释这个经的，那个就是论。解释的要分别的，所以有时候叫分别所显啊。那重点是分别它的性相，主要是要不违法性啊，要合乎佛法，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涅槃寂静啊。那么它是重点，一开始一开始是要更精确的、更正确的来理解这个法跟律的真实意义，一开始是这样的。但是后来慢慢慢慢就变成冥想了，种种的冥想啊。本来阿毗达摩是很好的，就是你透过这样的解释，更能正确明白佛所说的法、佛所制的戒的用意跟它的要义啊。像舍利佛会解释佛说的啊，这什么什么，类似像这样，你更能正确掌握这个佛法的真实意啊。到后来变成啊，就阿毗达摩开始慢慢冥想化、哲学化啊，那么深奥化，那渐渐就越来越不容易懂了 啊。其实是这样，那本来还懂得，看了阿毗达摩之后反而不懂了 啊。就开始这样。那原来阿毗达摩是说本来不太懂的，阿毗达摩之后更懂了 啊。本来是这样子的啦啊。那我们现在慢慢就冥想化了啊，冥想化了啊，那就变成很多很多的冥想，越来越复杂的冥想。而名相复杂就算了，它还深奥难懂啊，那就更很难了 啊。所以它是有一个转化了。那律其实也是这样，佛制戒是要让你趋向解脱的，那有一些反而变成戒进去了啊，就专门在那个戒相上、戒条上啊，反而很难了，执着在那个戒上了啊，就不容易。那修多罗本来是要依这个告诉你修行的次第嘛，我们就说过嘛啊，每一部经里面都有修行的宗旨跟理论，修行的次第跟方法，修行的殊胜跟功德，道理、道路、道德。那么后来就变成，啊，这个吠陀天启这种概念了。你只要完整的把这部经诵完，诵完一部经就有一部经的功德。所以以前我们都会说啊生病诵十部药师经，啊，那还怎么样消灾延寿啊？那这个父母的忌日。啊，或是对年，或是百日，或是往生啊，送地藏经来超度父母，啊，那我们有罪啊，这个时候生意不太平顺，啊，那送五部，送三十部普门品，啊，那类似像这样，你把这个经送完，那就有那个功德。开始不了解，就变成送经变成经本身，只要送了就有功德，甚至不用送啊，把它放在那里拜经，一字一拜也有很大的功德。啊，就变成你不是去了解这个告诉你的修行次第，啊，你要依次第去修行，第一步要怎么做，第二步要怎么做。比如说《金刚经》，《金刚经》所有智慧是因为你了解，啊，比如说他告诉你，你要从修行，从发心到成佛，一开始要发心嘛，啊，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啊，已经发了心，啊，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因缘合住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我已经发心了，我要修大乘佛法。那接下来要怎么做啊？你要确认你的发心就是怎么样啊？你要先你的发心要利益一切众生，不是你说发心要成佛，成佛是要利益一切众生的，这个你要先确定。所以他先告诉你要怎么做，心要先怎么做，先要确定你的发心是平等心、无所得心啊，是跟性空位相应，利益一切众生。你的心是大悲心，若卵生、若胎生、若识生、若化生、若有色、若无色、若有想、若无想、若非有想、非有想，其实就是一切众生的分类，就是我要度尽一切众生。你的发心是必须，第一个你必须，你说我已经发心了，接下来告诉我怎么做啊？你看那个《华严经》也是这样啊，那个善财童子去到一个善知识多，我已经发菩提心了，请你告诉我怎么样修行成佛
啊，你看也是这样啊，啊，那他说，你看《金刚经》也是这样啊，已经发心了啊，你发心才会来修学这个大乘法门，要成佛的法门嘛。第一个要确定你的发心是平等心的，是大悲心的，是要度一切众生心的，我皆应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，啊，你看先确定这个，然后呢，然后接下来就要依三心修六度，啊，那六度第一个是什么？布施。那怎么修布施呢？依这个大悲心，依这个无所得心，三心嘛，成佛的心，成佛的心是要度众生的心。所以你看，我已经发菩提心了，我要怎么样？要度一切众生，啊，若卵生，若胎生，若是生，若化生，若有色，若无色，若有想，若无想，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。度到哪里？度到他不再受苦解脱为止，要这个心。那这个心，那我要怎么成佛？好，修六度。六度要怎么修？因不住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，以无所得心，就是性空慧，不住色身香味触法，去什么？去布施。啊，那么布施是要利益众生的，有大悲心。那利益一切众生，不是利益一个众生，以无所得心去利益一切众生，这是第一步。啊，那什么叫做无所得心？不住色身香味触法。啊，色身相关处是我们这个境界，你不为境界所惑，不执着任何境界，不管是人还是境，你都不执着，你就是一心要利益一切这个众生，一切众生，啊，那么你就这样做，难道不住色身相关处而持戒，不住色身相关处而忍辱，啊，就这样啊，就修六度，那这是一个次第啊。那么你如果不照这个次第，你只是天天念金刚经，你从来不布施。也不要说发菩提心了，你都没有发过菩提心，啊，那从哪里知道呢？从你诵经的时候，诵到一半，有人来找你去帮忙，你很讨厌。我诵经诵到一半，你来找我做什么？啊，你来乱！你看你的菩提心，你要利益众生在哪里？你不住色而行持戒禅定啊，或是这些在哪里？没有啊，就知道你不会修，啊，你认为我念经很重要，可是念经是教你去利益众生啊，是不是？那你念到一半，那你能够利益众生了，你要不要利益啊？你要利益啊！他就是教你做这个的啊，啊，所以基本上你要会学，你学了你要知道怎么修。可是后来诵经就不是这样了，你就不知道，不明修行次第，不知修行的宗旨。那么你只想得到修行的功德跟殊胜，那是不可能的，啊，那。就好像告诉你这个东西吃下去，你这个东西买回去怎么做，怎么用火炒，炒到怎么吃了对你身体有帮助，你只是把它跟你讲的天天附送，你也没有去买来吃，你也没有去买来炒，炒了也没有去吃，你说天天有功德吗？没有，不可能。那你说诵经没有功德吗？也有，不可能没有，因为你在诵的时候你相信佛法，你很努力诵，每天诵，你精进修行啊，那你在正诵的时候没有正念，就是没有杂念，没有意念，那你也会成就，你的心也会成就信进念定，但是你的信不是完全正信，你的念不是完全正念啊，那你也会成就，但是你没有智慧，你没有办法，你诵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没有那个般若的智慧，那你不明次第，不明这个经的宗旨，不明这个经的修行次第，那这样你不是真正，你可以得到少分功德，就好像你吃东西进去，你没有消化，你也没有说没作用，至少第一个作用，它解决你的饥饿的痛苦，但是能不能增加你身体的营养，那就很难说了，对不对？那这个一道理是一样的嘛。好，所以天文正法最重要是要如理思维，如理思维后面要法随法行，要如说修行啊。那我们把这两个地方都弄没有了，只是不断的附送，不断的附送多闻天文正法而已啊，啊，我们把天文的正法不断的附送出来，那个也是天文正法而已啊。那你没有如理思维，没有如说修行，那么你哪里能够得到功德？叫做依教奉行嘛。好，那这个是我们不断在讲的东西了。好，再来看这里是所谓的修多罗、阿毗昙以及毗那耶，就毗尼。做三法藏啊，那一般来讲，这是三部分，就是佛法的三藏。后来，啊，像法藏部把这个咒结集起来，叫咒藏，
啊，像我们这里就藏经也有分啊，啊秘密教、秘密藏的啊，就密教里面部分的啊，显教部分的啊，然后大乘佛法部分、声闻佛法部分的啊，那么这里啊，那么另外啊，有所谓的就是法藏部，后来他立五藏啊，原来本来就是法跟律两藏，后来有三藏啊，经律论，后来又有五藏，坐藏。就是把所有的有咒的部分，那我们即使佛法时代是不讲咒的，佛法时代没有咒，大圣开始强调陀罗尼，陀罗尼是口诀要义啊，收摄那个要义，但是后来结合成来了啊。那么这个有所谓的咒藏跟菩萨藏啊，就变成五藏了，然后另外有一个所谓的杂藏，就是在结集的三藏之外还有少分啊，那么没有放进去的就变成杂藏，少分阿含啊，就变成是这样啊。这个是大概所谓三藏啊，我们说过三藏的一个这样的概念啊，然后有五藏的概念，还有杂藏的概念。好，那这里说到啊，那么如是佛法可得久住啊，如果把佛所说的法结集起来啊，那么佛法就能够久住，未来世人可得受行。啊，现在你把它结集起来，未来的人依着这个，因为结集的意思是集合起来，然后一直传下去，叫结集啊，就是你把这些佛法啊，那么把它综合，那么把它集合起来，那么集合起来，用一个摄诵啊，把它让它容易背诵，然后一部分背这个，一部分背那个，然后一代一代传下去。一代一代传下去，所以他才能久住嘛啊。那么，所以未来世人可得受行。所以者何？佛世事勤苦啊，就是修行要三大真解，每一世都在修行啊。那么这么样的勤苦修行，非常精进啊。那么忍辱啊，那么这个布施持戒，那么慈悲众生的缘故，才能够得到这样的法啊，这样的正法啊，正法不是随随便便一般人就可以体会得到的，要经过很长远的时间，很大的努力，那么很大的坚持啊，那么一般的人修到一半半途而废了啊，或是一开始修太困难了，裹足不前了啊，太难了，算了，我不要修了啊，那么你勇往直前，不是裹足不前。你看到哇，要这么久，要这么修行，要这么难哦。比如说，单单持五戒，很多人就裹足不前了。单单持五戒就裹足不前了。哎呀，又要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，啊，然后不饮酒。哎呀，那一般人就裹足不前了。受个八关斋戒，那更不可能了啊。又要不歌舞娼妓啊，又不能。啊，唱歌跳舞啊，这些娱乐的东西啊，我都要制止，让我的心不着五欲。哎呀，没有世间没有这一些啊，那活着做什么？又不能抽烟，又不能喝酒，又不能吃槟榔，又不能赌博，还不能唱歌跳舞啊，裹足不前了 啊。所以修行没有那么容易，但是你有了这一些，你怎么样得清净心？这个就是烦恼啊，但是他不知道啊。所以有些人看到很困难，那要过很久，要修很久啊，他裹足不前了、啊。那有一些人勇往直前啊，勇往直前，因为他想得功德啊。可是修到一半受不了啊，啊，出家也一样啊，修行也一样 啊，修到一半受不了啊，受不了种种的人事，受不了种种的辛苦啊。本来以为自己可以，后来发现自己不可以，啊，忍耐不住啊，啊，那么所以怎么样，半途而废。那有一些也没有半途而废，坚持。但是到最后功亏一篑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掌握不住那个精华要义，他没有办法知道，他很辛苦，像苦行外道也一样啊。他一辈子坚持啊，那很多人坚持不到、啊、像龙树就讲嘛，发菩提心的人像鱼的卵那么多，能够长成鱼的没有几条，为什么？半途而废啊，啊，坚持没有办法坚持嘛，修行没办法坚持嘛，啊，受不了嘛，啊，没办法。那有的是他能够坚持，但是他没有正确理解佛法，苦行外道九死不悔啊，坚持到死啊也没有办法，功亏一篑，就差正见，
就差职位，信进念定都有，就是没有会。戒跟定都有，就是没有会。有会没有无漏会，只有有漏会没有无漏会，也没有办法，也没有办法得解脱。你看，功亏一篑啊！所以我们了解这样，我们知道，哎，我们欠缺什么？我们的目标在哪里？啊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所以啊，世事勤苦，学得是法，为人演说。我朝一因，我朝就是我们呐、啊，啊，就是佛得了这个法，多辛苦才得到，多大的坚持啊，啊，那么要修多少的时间的福报根源啊，那么才得到这个法，那么为我们说出来了，就好像这个整个沙漠里面，啊，整个沙漠里面，啊，那么没有水，没有一滴水，走在沙漠的人都渴死啊，那么有一个人。啊，找到了一个绿洲有水，他回来跟你讲绿洲在哪里啊？那么有一个人在生死大海里面，那么也是跟我们一样啊，他是他在大海里面收集那个漂流来的木板，做成一条船啊。他知道要怎么样，目标在哪里，往哪个方向可以到彼岸啊？他告诉你，把这条船留给你了 啊，那是费多少的劲啊？那么有时候好几次才收集一块木板，好几次收集一块木板，这样经过三大阿僧祇劫，啊，终于造成一条船啊！那么是经过多少时间在生死里面流浪，在那里面用心？那么他也许他是一小块木板，他只要运用多少的时间，三四的时间，他收集的木板就可以让他靠着这个木板到彼岸了。所以阿罗汉就这样啊，最快三生就可以了。最快三生就可以证阿罗汉，啊，那么你在大海里面，只要收集到这个木板够重，那么可以让你在上面，你就可以划，你又知道方向，你就可以去到彼岸了、啊。可是他没有啊，他里面看了那么后面看那么多人，左右看前面看那么多人在生死大海里面，他要造一条大船啊，让很多人都可以坐上这条船啊，所以他要收集很多很大足够载这么多人，载很多人到彼岸的船、啊、那他有力量，自己即使风浪来，他可以抵挡啊，靠着木板不沉下去啊。没有力量的人，本来抱着这块木板，风浪一打，人也沉下去，木板也不见了、啊。真的、啊，我们烦恼一来啊，佛法都不见了啊，真的，你抵挡不了啊。所以他必须要有一套完整的修行方法，一套足以坚固的架构。帮这一些人，那么可以抵挡那么风浪到达彼岸啊，那个是多大的发心啊，啊，那么才能够得到这样的佛法。那么现在，而且留下来给我们啊，为人演说，告诉你要这样做那样做。佛涅槃也留下这些法了啊，所以跟阿难讲嘛，啊，如果涅槃之后你不用担心，你要观什么？以法如是，我留下来的佛法，你依着这个佛法一样可以到，一样可以啊！我们应该怎么样？承用，承是什么？承是传承啊！承是什么？传承。你把佛说的法，你拿来用啊！佛的法到你的心里啊，佛的心所修的法到你这里啊，这个叫传承。你又要把它什么？把它传承下去啊！承是传承啊，用是什么啊？用就是。受用啊啊，就是你因为佛说的法，佛是这样修行，你也是这样修行，佛得到这样的功德，你也得到这样的功德啊，就是你依佛法所得到的作用啊啊，那么你再把它说佛传给你，你再传给别人啊，因为你有修嘛，你照佛这样修，如说修行嘛，依教奉行之后啊，那个叫做用啊，因为很多人。学习的佛法用不上啊，不能用啊，或是他用不上啊，不知道怎么用啊。真的，我就我观察的了，大部分的人也不是不懂佛法，也不是不修行佛法，没有烦恼的时候，哎，感觉到很清凉；烦恼一来，用不上啊，不知道怎么用啊。老虎吃天，无从下手啊。看着那么多的经典，想到那么多的佛法，就是止不住烦恼啊。既不能调伏烦恼，也不能控制烦恼，用不上啊！啊，那你用不上的，你会传承下去吗？你不会啊！
啊，所以基本上我朝一应承用佛教佛所教的，把佛说的我们能够用的，我们把它怎么样，把它不断传承下去，也让未来的众生也可以依佛法得到利益，啊，就是你从佛法中可以得到利益，那就是叫做受用了，啊，你能够应用，你能够应用佛法，你才能受用佛法，啊，那么功德就是作用嘛，啊，你能够得到佛法的功德，啊，其实是这样。好，那么基本上啊，那这里的解释叫做沿用啊，其实就是传承，啊，就是把佛法你能够应用，应用之后你能够受用，然后你再把它啊传承下去为他人所受用，啊，基本上是这样啊。所以佛法有自受用跟他受用的部分嘛，自受用跟他受用，自受用就是我从佛法中我可以受用，然后我再把它说出来，让别人也可以受用，那也可以利益别人，佛法利益我叫自受用，那么我再把它说出来传承下去，让别人也可以得到佛法的利益，叫做他受用嘛，啊，基本上是这样的啊。好，那么我朝应亦应也应该这样啊，来自受用他受用佛的教法啊，包括法跟律，那这里是包括经律论，宣扬开化啊，就是来弘扬佛法，来利益啊，开示啊，显化度化众生啊。好，那华严经说的开示悟入，开示佛所说的法，令众生悟入佛所说的法啊。好，那么这个时候大迦叶作事于尽，住须弥山顶啊。那么国同建垂啊，建垂就是啊，在一般佛时代没有像我们这边那么多法器了啊，磬啦、鼓啦啊，这个引磬啦、宝钟鼓啦啊，这种种这些没有啊，密教的更多啊，南传的没有啊，那北传的就开始有啊，藏传的就更多啊，法器啊，就是这些法器，唯一的就是建垂。那么建垂基本上大部分啊，大部分就是木板的，那有些没有，有一些是铜啊或金属做的，它重点就是发出声音，这个声音可以集传很远啊。那么那看你的范围啦，范围越大声音要传越远啊。那么你敲的时候，像后来钟就可以传很远，那一敲钟或一敲鼓，那么大家都知道有事情要集合，其实是这样啊。那像这个南传的就比较没有这些，它就是一块板，那这块板有可能是木板，有可能是铜板啊，或是一个铃铛啊，也可以。那敲的时候它传，就这个一般的试验范围大，但是钟敲下去都可以听得到啊，因为它没有那么高了啊，一般就是一二楼就很高了啊，它声音都可以传，然后这样敲啊，像我们吃饭不是那个木板，那个也是啊，或是撞啊也可以。那如果没有，它基本上就打那个地，拿那个木板打那个地，或是拿那个竹子啊，一样，这个敲它有声音。那么你有一个，就是有一个信号啦，它基本上是制造一个信号，就让大家知道什么样的信号你必须要集合或怎么样，或是告诉你啊，就是用饭的时间到了，或结膜的时间了 啊。那基本上它就是打。有时候像我们以前我去泰国要去托钵的时候，早上在那边等，时间到啊，他就打那个地啊，然后因为大家都在那边等嘛，所以他不用传有眼，大家都可以听得到，因为已经集合在那里了嘛。时间到，他就打，拿那个木板打那个地。啊，那有些就是打有一块铜板，一般用铜板，有就用铁的，那打那个铜板，打几声啊，那么基本上就知道了啊。那后来啊，因为有集体诵经的问题啊，为了要庄严啊，因为就是板眼嘛，那么你打这个信号是要做什么？打那个信号要拜，打那个信号要唱到哪里啊？就开始有很多的法器啊，基本上是这样的。好，那这里。啊，即建垂啊，那底下有解释了啊，那类似啊，其实就是一个木板啊，或是一个铜板啊，铁板啊，那打下去它有声音发出来啊，其实就是讯号了，发出讯号而已。好，那么他说说此偈啊啊，到须弥山，须弥山最高嘛啊，其实是到比较一个，其实基本上就是宣示公告了啊，宣示公告。啊，像我们现在就不用那么方法了。那么所有的团啊，所有的就是你是这个团体的，那么大家发个 line
啊，就告诉你啊，什么时候要上课啊，什么时候要做什么啊，就公告就可以了啊。那以前没有嘛，以前所以要有一个声音。那向佛自戒之后啊，那么这里的人知道啊，就传下去啊，就慢慢传啊，往北传，往南传啊，就这样啊。就是说啊，比如说现在在屏东啊，法轮禅寺啊，下人也规定了啊，高雄也有道场啊，就打电话去跟他们讲啊，我这里以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，我说上课在哪里，怎样在哪里，就传给没有在现场的人知道，就往其他的地方传啊，基本上是这样。那像寺院的话，就是集建锤知道，让大家听到。那这个就是这个寺院范围的人啊，那么就要来集合啊，或是要做些什么事啊。那这个是那他是形容啊，住在须弥山，然后这样啊，就是在高处了啊。然后须弥山是最高的嘛，然后所有这个世界的阿罗汉都知道啊，国同建锤啊。那么说此偈言，佛诸弟子啊，那么各位还没入涅槃的佛弟子阿罗汉，若念于佛啊，若感恩于佛，对佛有所感恩心啊，意念于佛啊，就对佛有感恩心了、啊，念于佛啊，念佛的功德啊，佛与我有功德，佛出生在这个世界对我有很大的功德，我如果没有佛，我就不能解脱了，我还在生死之中，因为佛我才能得解脱，我才有这样的宪法乐住，才能够得这个涅槃。啊，得极尽解脱，所以若念于佛啊，就念佛的功德，念佛与我的功德了，啊，那么当报佛恩，应该要报答佛恩呐、啊，啊，其实是这样啊，所以后来啊讲若不弘法利度众生，决定不能报佛恩啊。那不要入涅槃啊，就是要怎么样？要把佛的法结集起来，要入涅槃才入涅槃，还没结集法藏以前。不要入涅槃啊，就是一做众生利益事了 啊，就是应该要利益众生啊。那么不应该啊，知道佛入涅槃的时候，大家就入涅槃了。佛的法还没有，因为佛的法在哪里？佛跟你这样说，跟你那样说，你因为佛说的法而受用正阿罗汉，你因为佛这样说而正阿罗汉。那么只有你知道，或是少数人知道。那么你们应该要啊，把佛，因为每一个众生的根基不太一样嘛。那佛对你这样说，佛对他那样说。佛对你讲五蕴，佛对你讲六处，佛对你讲缘起，啊，佛告诉你要修不净观，佛告诉你要修属习观。那么修不净观成就的没有修过属习观，修属习观成就的也有可能没有修过不净观，啊，那么修戒分别观的啊也有可能啊，那没有修过慈悲观啊，所以那每一个人修的不一样啊，啊，但是众生有那么多啊，所以佛跟你们说过的法，你们因为佛说的法。而得到成就，而得到解脱的，你们应该大家应该集合起来，啊，因为众生也有像你这一类，也有像我这一类，也有像他这一类的啊。那我这一类要修什么得成就？你那一类要修什么得成就？那所以大家应该集合起来，把佛为你们说，而你们因佛法得成就的法，把它保留下来，让未来像你这一类的众生也可以得成就，像他那一类的众生也可以得成就。那有一些是大家讲的都一样的，有一些是不一样的。所以佛法是叫气理气机嘛，啊，气理上大家都一样，气机上啊就不一样了、啊。所以五停心观呢、啊，啊，那么这一些不是每一个阿罗汉都知道啊，因为佛告诉我这样，我这样做我就成就了、啊，其他的我不知道啊，啊，所以要必须大家发心，那么把你所知道的法，你所修行能够受用的法传承下去，让以后的人也可以得到这样的利益。因为这样的法得到这样的利益，所以大家就是说，当报佛恩，莫入涅槃。啊，那个阿含经说，不应造次波涅槃，宜应作宜作众生利益事。啊，其实是这样啊。啊，好，所以啊，他这里。是见垂音大家设语声，遍至三千大千世界，啊，就是他上须弥山吗？然后集见垂吗？那么他有神通力吗？大家的神通力也很厉害的啊。那么这个见垂音遍三千大千世界，啊，像打雷一样啊，这整个地球都听得到。如果大一点的话了啊，那像那个星际里面那个大爆炸，有一些它还会有影响。大架设的声音可以遍至三千大千世界，皆悉闻之。因为有的不在这个世界，有的在天上，
啊，不过像交换波体好像也，那之前啊，大家是去请交换波体之前还没有啊，还没有极剑锤啊。那有些天上的人也知道，诸有弟子得神力者，皆来即为大家射手。那你没有神通啊，那么也没有办法很快就来啊。那有神通的啊，那么神力就是神通的啦，皆来即为大家射手啊。我们把这个讲完。这个时候，大家射就告这一些来集会的人啊，那佛法欲灭啊，那佛从三阿僧祇劫种种勤苦，慈悯众生，学得是法啊，就是也跟前面讲的一样啊，就是佛很难得，就是成佛其实很不容易。这解脱证阿罗汉还简单一点啊，解脱啊，所以阿罗汉大部分都是讲我是怎么解脱的，那么你也这样修，其他的他不知道。所以你看二十五圆通，每一个人都修，每一个人都说我是这样得成就的，我是这样得成就的啊。你看这个善财五十三参啊，参的善知识也是这样，我是这样成就的。你如果要学你就这样学啊，那其他的他不知道。你如果要还要知识他，你还要去看问谁啊，这个我不知道啊。比如说我是弹钢琴的，那么小提琴怎么弹啊，这个我没有，我不通，你要去问小提琴的。那我知道谁小提琴弹得很厉害啊，那你说好，那学完小提琴，那你说要拉二胡的啊，这个我不熟啊，拉二胡的比较厉害的是谁啊，你去跟谁学啊，是这样啊。那每一个阿罗汉所掌握的那个修行的技巧不太一样，但是佛通通掌握，所以他可以教这个教那个教那个啊，其实是这样的啊。那所以他这里讲啊，他说啊，那么学得是法啊，那佛波涅盘诸弟子知法持法诵法者，知道这个法，持受这个法，因为他所持的法是佛教他的嘛。那诵持这个法啊，持就是受持啊，心里面有意念啊。那而且你真正知道有正知，那么你又你受持你所说你所修的法啊，那你也宣说这个法的人，那么因为当时都是要诵持嘛啊，那么皆意随佛灭度啊。那么就是说很多很多知法持法诵法的人，听佛涅槃后都灭度了，那法怎么办？那么佛只跟你讲，只有你知道，你不说，那就这一类的法就没有了啊。所以一学我们的法尽意灭，哎呀，佛的法，如果大家都这样，那佛法就灭了。未来众生甚可怜悯，你看大家是真的是有慈悲心的啊。那么非就是那以后的人可怜了啊，只知道这个药方的人都没有了，以后有这个病的人啊找不到药了。不知道怎么治病啊，失智慧眼啊，没有智慧了啊，眼基本上就是能见了，不见法，不知法，不入法，不得法啊，一般都会这样讲嘛啊，就是见法、知法、入法、得法，得眼智明解。好，愚痴盲敏啊，就是没有办法了啊，就是没有智慧就是愚痴嘛啊，没有慧眼就是盲敏嘛啊，盲耳啊，在黑暗中啊，看不见东西了啊。那么佛大慈悲悯伤众生，佛这么大慈悲怜悯众生，所以到处说法啊，来利益我们。那么我们也应该啊，那么也应该升起佛这样的慈悲心，传承佛这样的慈悲心，那么来利益众生啊，就是承用佛教嘛，就是传承你所受用的，也让众生可以受用嘛，就自觉觉他嘛啊，自受用他受用嘛啊。那么佛所教法，佛所教的佛法。啊，须待结集精藏境啊，所以大家，所以你看这个就是菩萨道啊，啊，把你所知道的佛法传承，不断的传承下去。那么你应该要，大家应该要等待，把这些法结集完了，那么把完整的保留下来，正确完整的保留下来，那么传承给世世代代。那么这个工作做完了，大家要灭度，随你自己的意。啊，那么你要灭度你就灭度啊，应该要这样啊。你看这个大家是不简单啊，我们现在真的可以学习到佛法，真的要感谢，除了感谢佛，感恩佛，感恩舍利佛目犍连，那么还要感谢阿难跟大家舍，特别是大家舍啊，要对大家舍身上极上的恭敬心、感恩心、尊重心啊，真的没有大家舍，真的没有现在我们就好像瞎子一样啊！我们现在可以从佛法中得到少少的利益，那么这个都要感恩，
感恩大家社啊，大家社发这个心啊，啊发这个心啊。那么这个是这里说的啦，就是大家社说啊，跟这些跟这一些阿罗汉说啊。那么另外啊，如果照一般的说法，就是那么因为大家社听了拔难陀这样，第七天到这个会场，因为很多人聚在那里嘛，他就在土比完之后，土比更多人啊，更多人啊，就比丘慢慢来了嘛。啊，然后都来，因为他世尊，大家都是佛弟子啊，那么知道了都会来，啊，你看那广清老和尚入涅槃，啊，要火化，多少人去啊？啊，真的啊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参加过啊？多少人去啊？啊，认识不认识的，信佛不学佛都会去，我告诉你啊，这是一件大事啊，啊，那么佛陀也是这样，那大家都在当场土比完之后，当场宣布，有说两个月，有说三个月啊，那么就是那有些说两，就是大家是在当场宣布了。啊，三个月后，在哪里结集经典？那么所有的阿罗汉，就是聚集在那边的阿罗汉，如果我们要入涅槃的，千万不要入涅槃啊。那么这里是说在须弥山上集建锤了。那么如果依历史记载的一般的说法是，因为他在天官寺主持嘛，啊，那么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宣布，三个月后啊，或者是两个月后，三个月后在王舍城。结集经典啊，在七色窟啊，那么希望大家所有的阿罗汉，念意念佛恩的，要报佛恩的，大家有力量，就是阿罗汉，他们能够去参加。那么等把如果你们要入涅槃，等把经典结集完了，把法跟律结集完了，大家再入涅槃啊。其实有这两种啊。那一般来讲，就是这里是比较站在大圣的说法啊，站在须弥山顶啊，用神通力让三千大千世界的阿罗汉都知道。那么这里的阿罗汉知道了之后，就会辗转相传，辗转告知，就是说天冠寺那一些要佛要入涅槃要土比之前，告诉这些阿罗汉，那么大家会辗转相告嘛。那么在家其实也听到的啊，就会告诉他的这些师父或是阿罗汉还在世的阿罗汉，那么去参加结集经典啊，其实这样的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，大家合掌回向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。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。